在天空，随一丝清风摘下了一块入口，形容心微微失重，兴奋又惶恐，或许你懂。沉睡冰川逐渐消融，光轻拂裂缝，想抓住这份激动，把你捧在手中，对你情有独钟，希望你懂。陪着你置身大雨中，一起等彩虹，陪着你仰望那星空，做我们的梦，这情渴望有了所有的苦痛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，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爱爱汹涌。我要给你一份爱的尊重，我不管身边那些嘲弄，真而愚弄，我可以陪你笑，也陪你疯，就让这爱。哦，对了，那两个小猪崽子怎么样了？我睡前给他们喂了药，已经不拉软便了。嗯，挺好。对了，你说我脸上这个伤不会留疤吧？不会的，没事的，你放心吧，别想那么多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卡罗。神秘，神秘，我在这儿呢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睡不着觉，出来坐一会儿。你不睡吗？我也睡不着，来陪陪你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好好的看过夜空了。晚上在乡下这么安静啊。其实这种远离尘嚣的生活真挺舒服的。不过像你这种上了发条的工作狂，应该体会不到这种慢生活的快乐吧？我当然能体会。以前我跟高竹小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这样。我们那个时候就无忧无虑的，从来不会去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只是专注当下。我们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填饱自己的肚子。其实我挺羡慕叔叔阿姨的，你看他们每天过得多开心啊。嗯，哪像我们，一睁眼一闭眼，要么就是报表，这个计划那个计划，还有绩效。
我这一睁眼一闭眼，真的都是绩效，各种利润。好久没看你笑得这么开心了。其实我能感觉到，你回来以后一直没怎么开心过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多少有些阴影，我也一样。它就像是陈年的伤疤，时不时的疼一下，提醒你它还在。但其实那道疤早就已经长好了，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。在高卓墓前，我也跟你说过，高卓一定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。那你呢？什么时候再一次拿起手术刀？我之前看过一个漫画，里面讲宠物去世以后其实都会到天上，然后趴在云边日日夜夜地注视着它的主人，每一天期盼着等待着以后有一天能跟我们在天上重逢。那逝去的人呢？他们的最终归宿在哪儿？一定也在不远的星辰里看着我们，等着我们。神秘，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就赌谁先放下过去重新开始。成交。拉钩。盖章。还疼吗？不那么疼了。放心吧，不会留疤的。田医生，小田医生，起来吃饭啦！小田医生，起来吃饭吧。好。闺女儿，昨天晚上睡得挺晚的吧？
我早上过去看你们还睡着，就没叫醒你们。哎，赵叔呢？他去后面给你们挖点菜，一会儿呢再捉两只鸡给你们带回去。你们呢就在这边好好玩，晚上大妈再好好给你们做顿吃的。你们呢就多住几天，多玩几天。那就谢谢阿姨了。我们不是来玩的。你们不是来玩的？那你们大老远从城里到这荒郊野岭的来干嘛？我们是来找人的，因为我们宠物医院呢想跟大型的犬舍合作，但人的大型犬舍都看不上我们，都不让进门。最近听说老板在香水山附近经常出现，我们就说想来碰碰运气。那是啥犬舍？叫胖虎犬舍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赶紧过来。哎呀，来了。哎呀，小田医生，看看，这是蔬菜，这是养的活鸡，都是咱们这儿自己种自己养的，走的时候啊全都带上啊。您太客气了，谢谢。放下，你先放下，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去。干啥呀？人家是来找胖虎合作的，你说干啥？那你咋不早说呢？行，你快点打电话。其实那胖虎犬舍的老板啊就是我儿子。真的？那可不是吗？喂，哎呀，臭小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家小田大夫把家里生病的两个小猪崽子都给医好了，又把家里边有毛病的那些都给瞧了。你说你帮着帮人家又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不管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，你要敢不帮忙以后就别回来了。就是。小田大夫跟我说好了，回头啊你就去犬舍找他，这个臭小子他不敢不帮你。可是什么？你快谢谢叔叔阿姨吧。谢谢你们。谢谢叔叔阿姨。就一句话的事儿，谢啥谢啊。来，快点吃。我们这儿也没啥好东西，都是点粗茶淡饭啊。石诺，国凡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我就想跟你汇报一下这件事儿，那边没同意。什么原因？钱没谈拢？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。郭教授一听是用在动物淋巴瘤靶向药上，直接就不谈了。谢谢。每次都跟我吃一样，你不会腻吗？当然不会，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这家的口味。这么硬贴就有点过了。是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机会相互了解的话，你会发现我们的共同点还不止这些。佩兰姐，所以前天跟沈总昨天晚上真的住一块了？那可不嘛，我嫂子亲口跟我说的。沈秘他还跟我哥视频来着，你想想那个多晚啊！哎，他俩现在都没来医院，可能就是昨晚就住那儿了呗。哎呀，你好八卦！小声。沈先生，东西都送来了，先走了。辛苦了，谢谢。老陈，这个对不起啊，把你车弄成这样。没事儿，我找块抹布弄点水随便擦擦。我帮你洗吧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行吧，那我去停车。沈秘，来来来来，你昨天跟甜甜在外边住的是不是？是啊，睡一张床。嗯，你行啊，沈秘，你现在行了啊？你别在那闹，把你那肮脏的思想收一收。我们只是休息，又没干什么，你想什么呢？没干什么啊？对。
我就说嘛，我们家甜甜一身正气，怎么可能跟你这种人狼狈为奸？但他晚上和我聊天看星星来着。你有劲没劲啊，大哥？你先不要接这个电。喂，韩叔。什么事那么急啊？现在就要回？行吧，我知道了。你回来，你去哪儿我都没说完呢，你回来。等我忙完了事儿。行。回来。小咪，开门，开门。小咪，哎，哎，哎，小咪，你还你个扑克脸黑面神啊，你还是我哥吗？气死我了，真黑。顾博士啊，这顿饭还是请晚了，早就应该请。啊，沈总，您太客气了。另外啊，顾博士，还有个小事需要你帮忙。您说。新药发布会之前啊，公司会搞一系列的宣传活动。你现在在网络上可是红人啊。啊。公司希望你呢亲自出面，参与一些宣传活动。沈总。我只是一个研发人员，工作重心应该放在研发产品上，对于宣传上的事情我就不参与了吧。顾博士啊，据我观察，你可不是那种一门心思搞学问的人啊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在公司我就看到了你跟孟楠走得很近，我还听说你们出国之后一起吃饭，海边游玩，关系很好啊。沈总，您是担心我通过韩律师和沈迷建立某种关系吧？哎，那个我不担心。进公司的时候你不就说了吗，对公司复杂的人际关系你不感兴趣。我之前这么说，我现在依然这么说。我只是单纯的欣赏韩律师。哦，沈总，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公司了。谢谢您的午餐。比起不幸离开的那些，你亲手拯救的生命不是更多吗？卡罗，卡罗醒了。所以卡罗才活了下来。你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，对于卡罗来说，你就是他的英雄。垂直下到水平走到。仔仔，你醒醒，醒醒，醒醒，仔仔。只有经历万般捶打，才能百炼成钢。匹诺曹每说一句谎话，鼻子就变长一寸，鼻子越来越长，匹诺曹吓哭了。匹诺曹说谎，鼻子就会变长。蓝色精灵叫来啄木鸟啄匹诺曹的鼻子，终于让他的鼻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下周二再过来复查一下。乖乖，行，再见啊。好好，拜拜。哎，
干嘛？过来呀、啊！我知道咱们医院一个天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就是那个沈晨。怎么来的？他现在……嘿，你们俩天天跟这儿亲亲我我的啊？我们在聊工作，都不背人了。真的，那老田把上个月的问诊记录给我看一下。你瞪我干什么？那就喝喝水，聊你们。那你们继续。怎么来了？就那个，沈晨是沈迷的弟弟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真的，我在门口亲耳听到，沈晨管沈迷叫哥。哦，干什么？听风就是雨。我说真的，沈晨那小子口无遮拦的，跟谁都说啊，五百年前是一家是一家，他管谁都称兄道弟的，我都听见过好几回，他管沈秘叫哥了。哎，沈秘沈晨是不是在追我们田院长？他们俩经常吵架。嗯，那又怎么了？你想，像沈总这样的地位。要吵掉这样的一个情敌，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那是因为沈迷心胸宽广，哪像你啊，什么事儿都跟我斤斤计较。我在说别人，你扯我干什么？行，那就说沈迷呗。我觉得沈迷他就属于那种精英气质，沈晨嘛就是每天就吊儿郎当那样，都快赶上我们家田雨贤了。我觉得他跟田雨贤才是不是兄弟胜似兄弟。人呢？无聊。哎呀，哥，你这什么情况？都连跪五把了。嗯，我也不想。你哥，我现在没心情。没心情就没状态，没状态就不会赢。还不是因为我姐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因为你姐。你说你姐现在都跟沈秘一起过夜了。啊，当然，我不是不相信甜甜同志，但是这个东西它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啊，再日久生情啊，你姐再没把持住，再阴沟里翻了船，那此神姐夫就得是彼神姐夫了。我可不想让那扑克脸成为我姐夫。嗯。陈哥，你这么说我很欣慰。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咱家见见咱爸和咱妈呀？哎，打住，这可是两码事儿。这怎么两码事儿？这还真就是两码事儿。你什么时候带我见邢涛，我什么时候带你见我爸妈。行，田雨贤，你要是这么说，哼。喂。喂。帮我约一下邢涛。什么时候退的群？还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行。他为什么退群啊？我哪知道？我还有别的办法让你见他。嗯。重获新生生日会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去了不就知道了。我可以去吗？我可以去咱家吗？那你带我去生日会，我肯定带你去。你带我去，我肯定带你去。沈大夫，急诊，快。哎，来。沈大夫来了，沈大夫。你先坐一会儿，少爷。老陈，怎么样了？血压已经很高了，180。嘴里有尿臭味，腹部积液，可能是尿毒症。他在抖，快，先给他上氧气。安静，安静，好。他抖得厉害。快，坚持住！快，来了，给，摁住，嗯，快，坚持吧。
滚。甜蜜的你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医生，桑尼怎么样了？您看，双侧肾脏回声增强，实质变薄，脾髓质分布不清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肾脏已经成为了一个毫无组织结构、清楚分型的器官。您这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初步诊断是肾衰竭。啊？医生，桑尼怎么样了？桑尼是由于肾衰竭导致的急性尿毒症，还伴有大量的腹腔积液。我已经给了他两针利尿酸，但他血液中的肌酐和血钾远超于常规指标。您就说怎么治吧。我们只能给他做腹膜透析看看效果，但是因为肾脏不乐观，所以效果不一定好。跟您说实话吧，桑尼已经13岁了，透析是有一定效果，但肾衰是不可逆的。桑尼还伴有多种并发症，持续下去只会增加他的痛苦。小沈大夫的意思是，基于桑尼现在的情况，我们顶多只能延长他的生命周期。你们的意思是让我放弃他？安乐死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行不行，我不会放弃他的。你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花多少钱，你们都要帮我救活他。医生。站长，来，请慢慢吃。你什么情况啊？天天都迟到，管着吗你？这个是田雨贤弟弟，老哥们石凯。Hello。哎，今天什么情况？他消失了4个月，突然请吃饭，要干什么？哎，天来乔威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，问了一圈都没人知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冰蓝蔷薇是个男的，人妖号。你俩等一会儿。嗯。来。哎，给你俩介绍一下啊，我女朋友露露。你们好。Hello。嗯。这是你为我准备的。这个烟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量身打造。那露露是谁？露露，我爱你那个露露。你不用说出来吧？你可有福了，他是渣渣凯，他是个好人。不是，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闭上，行吗？我乐意，你管着吗？哎，不是，搞什么？你们好。哎，邢涛，什么情况？你们好。就是邢涛，就是他。不是你人呢？战友们，有没有想我？还不出来？谁想啊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我请你们吃饭还不行吗？我想你什么呀？吃什么饭呢？这一天天的，王八蛋！你人呢？我好像听见有人在骂我。骂就骂，就骂你，直播的就是你，没听出来？怎么骂你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家餐厅的饭特别的好吃，我点的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屁呀！我最讨厌吃蛋糕。石凯，看到那只小乳猪了吗？专门为你点的。那你可点错了，他应该吃生蚝。什么露露、杏仁露、八宝粥的？谢谢你啊！哎，甭客气。沈晨，你可答应我带我一个小粉丝来的，叫什么？这不这儿呢吗？田雨贤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带来了吗？我相信你一定带来了。嗨，田雨贤，初次见面，
照顾不周啊，多吃点。哎哎哎！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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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肯定在这儿。叫他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是啊。怎么着，都不认识我了？你这什么情况？这，我没事儿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四个月前，小涛在家里突然昏倒，查出来脑瘤晚期。现在，肿瘤都压迫到了视神经，他的眼睛几乎都看不见了。啊，哪有你说那么严重？哎，没事啊，别听他的。阿姨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就跟我们说，我们这么多人呢。对呀，有我们。对呀，哎呀，好肉麻呀。行了，这事赖我，不该瞒着你们。这样吧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石凯，你不一直惦记我那张限量版显卡吗？送你了。沈晨，我的游戏账号送给你，账号里还有当初参加官方赛事赢得不少点券和积分，你帮我换成皮肤，送给大家。洛云，还有其他人，你们想要什么皮肤，就跟沈晨报名，啊！哎呀，妈，我再跟大家说两句。哎，各位兄弟，这饭也都吃了啊，装备也都拿了。这老话说得好。拿人家的手短，吃人家的嘴软。那接下来的事情，你们大家伙儿可得给我帮帮忙。我走以后，麻烦大家照顾我妈妈。小涛。妈，自从你和我爸离婚之后，就再也没家。你为我付出太多太多，妈，但你这份爱太沉重了，我承受不住。我知道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好孩子，但我辜负你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有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是你人生的累赘。现在好了，我现在要提前走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再也不会拖累你了。你以后啊，再也不会为我的未来担心了。你就可以追寻你自己的人生，好不好？这是瞎胡闹！你瞎胡闹！你干嘛回去？妈，妈。小涛，小涛，没事吧？大夫跟你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两个月前大夫不就说吗？我活不过两个月。妈，今天是第61天，我赚了。哇，小涛，干嘛回医院啊？妈，我不回。妈，妈，你别走了。小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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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头，你没事吧？妈，我，妈还有最后一个愿望。你说，你说，妈妈什么都能做，为你，妈妈什么都能做。我想带桑尼回去。小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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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医院，回医院，回医院吧，小涛。那个桑尼就是那个桑尼，现在两个人都快不行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，哥？人和狗不还没事呢吗？别唧唧歪歪了。不可惜，重生会上邢涛都说了，要带桑尼回那个地方，咱俩得替他想想办法吧。就算医院同意把桑尼带进来，可他现在一步也离不开透析机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哥，我有个办法。你去休息休息，我帮你盯着。那好吧，两个小时后给他换复透液。好。哥，你桑尼做复透的东西都带全了吧？可千万别落下。带全是带全了，但这事儿不跟你姐说一声，我总是心里不踏实。我姐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可要是不这么做的话，我怕没机会了。为了邢涛，拼！为了桑尼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桑尼没了。不可能骗我。桑尼，桑尼，你别睡着啊，桑尼。你得有办法了，不可能。你再看看，你再看一下行吗？你再给他做一下，你给他做个心肺复苏行吗？雨轩，
真没了。不可能，让我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呀。天天，桑尼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。有办法。行，桑尼，你快醒醒吧，桑尼，别睡着啊，桑尼。可以了。我替邢涛，谢谢你们。阿姨，邢涛究竟要带桑尼回到哪儿？回到那片海，我们老家在滨海的一个小城里。那个时候，因为我和他爸爸选择了离婚，小涛一时接受不了，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将我一人装下，我千百次被你融化，却不知如何表达。我只能抱紧你啊，如今你还在我身旁，一同穿梭时间熙攘，总会有一天，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，不留迹象。